弟兄姐妹早安。如果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在他一生各样的境况当中，他都可以说，我一切都是得了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那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力量和喜乐。无论人生的境况再如艰难，蒙神拣选的人一定会有满意的恩典，一路与我们同行。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弟兄姐妹，纵观约瑟的一生，我们可以说雅各对约瑟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第二十二节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其实我们人啊，在一生当中都会碰到重大的关口，可是有些人就是平平淡淡，什么都没有得着，什么都没有经历就过去了。可是在人生这个重要的时刻，如果你能够转向神，活出我们在基督里那丰盛的生命，即使是遇到了危机，但也因为是在神的同在中来经历，就能够苦中作乐，甚至化咒诅为祝福。第二十三、第二十四节就是最好的描述。你知道圣经中啊，讲到弓箭这两个字，就会让我们联想到属灵军装当中所提到仇敌的火箭。哎，这个约瑟一生啊，的确是火箭蛮多的哦，多灾多难。他被哥哥所恨恶，被逼迫出卖到埃及去，然后又下到监牢里。更辛苦的是，他进监牢还是因为他要持守那在主前正直的好行为，不愿意与他主人的妻子同寝。你说这是不是太冤枉了？可是圣经描述约瑟说，约瑟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为什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这时候跟我开声一起来读二十四节的后半段到第二十五节，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弟兄姐妹，在神的计划当中哦，约瑟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能够成为一个他个人属灵生命的转机，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同在当中，所以他不止自己得福，还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也许我们就跟约瑟一样哦，
成长的过程当中充满了坎坷与挑战。可是约瑟他这个人怎么看他自己的苦难呢？他说啊，从前我弟兄的意思是要来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约瑟的生命，凡事要在神的手中来接受挑战，要在神的同带当中来面对一切。所以约瑟他不会去埋怨，他也不会因为得势之后就把所有的苦毒跟仇恨通通发在他弟兄的身上。我们可以在约瑟的一生当中看到一段经文成全在他身上哦，就是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他们就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约瑟的一生为什么可以多结果子？为什么可以探出墙外？我要说他一生学的最棒的一件事就是等候神，这也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福分，他能够在神的同在里面等候神的时机。我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等不下去了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及保持正确的决策力，但是上帝的话语持续教导我们，等候是学习人生重大课程的最好机会。虽然等候不是件容易的功课，但上帝应许他会大大奖赏那些等候他的人。弟兄姐妹，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这首诗歌副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也许你就跟约瑟一样，被亲近的人所背叛，或是你选择做对的事情，可是却被苦待。但是一个依靠耶和华慈爱的人，必不致羞愧，不致失望。弟兄姐妹，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找到神的旨意。因为当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就会听到上帝彰显我们他在他在我们身上他奇妙的计划，并且透过我们所经历的，让我们得着益处，去荣耀他。弟兄姐妹，我们也会在等候当中得到超自然的力量，透过上帝在我们等候的时期增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同时他也会赐给我们精力、信心、坚忍以及力量。而当我们在征战当中需要等候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等候里面领受得胜的秘诀。当我们按着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方法来做事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失败。可是因为上帝是我们得胜的确据，当我们等候他、服从他的指引时，他会确保我们最终即将得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个人信心的实现哦。也许有的时候别人会鼓励我们，不要再等了，往前进吧，不要再等候上帝了。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上帝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并且不会令我们失望的神。我们也将要在等候的季节里面来见证他为我们行事。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今天我们要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来经历你，我求你走向我，让我能够俯伏在你的脚前。我要祷告，我要经历你是我良善的天父，我可以倚靠你，我不用很刚强，我可以来到你面前向你倾诉所有的事情。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一直一直这样来相信。
无论何时何地，永远都有一双张开的膀臂期盼来拥抱我。主，我也祷告，求你帮助我，当我积极的来等候，你也赐给我信心的眼光，让我看见上帝会积极的行事。也许我现在所处的境况，事情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我相信你是我奇妙的测试，你是我最好的中保，你会确保万事都按他的旨，按你的旨意互相效力，叫我们所有这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